我是雷博，这是2018年10月6日高雄站16:17，所拍摄是3184次金融平东线靠交易的 ENU500型彩绘区间车 ENU565 加上 ENU568。五阶号2019台湾灯会在屏东彩绘优化改造8辆2组全的。彩绘运用版型全车，驶进高雄站。来了。运用版型彩绘全车。4:19，开往嘉义。嘉义的区间列车，请不要靠近月台，因前方正危险。现在 CA 为南高雄站即将要地下化了。西到上高会往嘉义，嘉义不干列车，下一保特地为南京，因为我写不下。然后我的彩绘区间车也是贴到自己的末班车。我的铁道之旅末班车。也来了。彩绘优化改造8辆2组全车。台湾灯会在屏东。3184次金友平均考加一。耶、yeah, 来了，好开心。耶、yeah, 彩绘区间车。再见了，拜拜。优化改造彩绘运用版型全车，超开心。